你也可以把我当你爸妈。好解掉哦，他哭了，你干嘛？就是，秋风者真的很冷血。对啊，吴建勤三周年苦橙泪海，秋风者破坏感动，太冷血。将我抵达月面，着陆前。吴建勤在吉隆坡演唱会上带来成军三周年特别串烧。也特别吹蜡烛许愿，和粉丝欢庆三周年。一二三，口水太多了啦，很怕不会成功。我们谢谢，谢谢我们的蛋先生，拜拜，下次见。这是史上首一个搭这个升降梯的蛋糕，蛋糕三周年心情，每个人。Oh my god！ 对嘛？最怕就是口味。那个凌晨，我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就是我们一起，就是其实我们做跟平常一样的事情，就是工作结束之后，然后去吃东西，然后去小酌，无忧无虑的。你只要跟他待在一起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就会很放松。吴建勤就是这样子。没事啦，老朱硕。好啦，一个拥抱。走开啦，老朱硕。今天爸妈有来到现场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老爸老妈，就是如果我爸妈也这样子的话，我就觉得很感动。突然这样，你也可以把我当你爸妈。好解掉哦，他哭了，你干嘛？但是他当爸爸的确不错，家里很有钱。他是我的糖果爸爸。虽然三周年，但他不太像三周年的感觉，因为才感觉好像。可能三个月吧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过得特别快。如果这个是一场梦的话，请你永远不要摇醒我。我就希望可以一直不是摇，不是那个摇啦，不要把我不要把我给摇醒。我没有参加过毕业旅行，然后我觉得每次跟他们去巡回。或是去很多地方就很像在太哭腔，超哭腔，就是只是单纯的享受很快乐的那种感觉。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在你年纪越大的时候，然后你接触这个社会越复杂的时候，你越难可以有这种感觉。所以我很珍惜，就是跟你们一起表演的时候，秋风者真的很冷血。对啊，还要 cue 下一段。没有，我刚刚心想说，我们让大家哭成这样子，那我们现在要请大家上台的意思是什么？没有，我们现在没有，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我们就结束了，很漂亮。再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对，反正 keep 老师也累了。